叫咱海底人不来上吃这顿嘴，所以来给咱大咖啡送，咱的贵宾来做嘉宾，来。大家今晚拢开心，谁不忙事来？好多大家都精彩，来得好运你你来，谢谢。来啊，伫咱的啊正手边正前方遐，咱的贵宾完了吼，那无看到哦，那你讲小小人啊，远看真水哦，我甲你讲近看要搁较水。保证你学了才会搭字安尼啦吼，啊！伫迄顶面呢，若感觉看无啥清楚，大家会当闪闪较头前面吼，头前面教我啊外地小姐人啊呢，唔惊恁看，只惊恁无爱甲阮看呢安尼啦吼。来，啊，所以邀请咱姐姐所有咱的好朋友，移动你们的脚步，来到我们的前面安尼有无？欣赏我们小姐的脸蛋，还是讲哦挂口罩安尼吼，我都即马算讲哦疫情当中安尼啦吼，啊即马呢政府又规定哦要戴口罩，不能脱口罩吼、哦，啊尤其呢即马小姐人啊，大家拢足惊，是安怎惊咯？你敢知影？因为即马吼，迄、那个拍照录影都非常的多，对啊，哎惊讲哦，啊万不能啊都向看到，多少吼无戴口罩的时阵，即、這个罚吼、哦、是罚单安尼啦吼，哎、啊、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戴个口罩一下，啊等。等一下，如果稍微不透风的话，哈，稍微拉下来给我们现场说好朋友欣赏一下呢啦，哈。但是今天你中到干，哎，是买了。有挂口罩，跟他袂歹安尼啊。我来当防止安尼啦，哈。啊，若无这些话，哈，我不健康已经失身啊。哎、欸，啊，即摆来去食三点钟落去有无？你就惨啊！我看后壁面有无？你就变 A 狗，真正变 A 狗啊！安尼就惨啊！人家若拄到我的时阵，当我无法当交恁讲话，你换恁来交我讲安尼啦。哦，系啊。我甲你讲，安尼你说话少安尼。啊，对对对，你交我讲，啊，但是我无法当甲你回答安尼吼，我用闭的安尼啊。系啊，安尼嘛是袂歹嘞。会使啊。一般拢是迄个主持的主动有无？哎，即摆吼要改个方式一下。对。哎，变歌手主动。嘿。人家哦，你若好多有这个机会起来做主持。的时阵，尔我讲安尼较会晓，哎、哦，安尼会知无？哎，较早做主持是被动，哎、做歌手是被 动，做主持就是爱主动安尼啦吼。所以改天我们稍微换一下，哎，你刚好拄到我吼，拜托诶，我你哦找一下话题交这些讲一下安尼啦吼。较困难哦。啊，有较困难。哎、我头壳拢卡掉诶，拢宕机。即、个吼，即、个算讲吼，一年365天，每一天吼头壳拢爱用，安尼好啦。365天拢咧。拢咧动头壳啦，安尼好啦，安尼较袂着着迄个少年健忘症，你敢知影？我感觉我袂安尼。啊，你袂啊吗？袂啦，头壳较有咧用，较袂啦。是吗？啊，你若头壳较无咧用的人，有无？较会动工，你敢知影？你像哦，之前那个迄个防疫期间有无？咱是毋是休4-5个月、3-4个月有无？你敢知影？迄真正吼，啥物代志拢袂记着呢？啊对啊。哎，真的都会忘记。明天要做什么事情？不知道。哎，什么重要的事情？没有什么。比赚钱还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我们选择忘记啊，那个，拢记迄个重点啊，那个。你感觉防疫期间的时阵，娘娘大家头壳拢敢那空空的感觉呢？唔知啊，怎安怎做着啊？哎，真的，你敢知个？台舞台顶啊要讲什么好话啊？真的真的，你敢知啊？解封的时阵，娘娘无做头一场偌紧张，你敢知？嘿啊，迄唔知吼，迄头壳拢放空呢。对啊。迄唔是阮空空啦，迄是顾无做啊，那个无。小姐，伊唔知要安怎唱歌。对不起，唔知要哪讲话啊，但是呢，现在我们非常的幸福，哎、外国也够足严重的呢。系啊，系啦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会场当中安尼啦吼，防疫也是要做好，哎，然后咧讲呢，口罩戴好，哦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安尼啦吼、啊哦。来，阿辉雄刚小兰姐姐说那里好朋友，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哈、哦。来，阿姐妈赶紧继续过来安排来。好，买苏两粒。好，台语轻松好听的歌曲哦，来苏两粒。嘿，好来吹嘞，来看我这个水，对吧？耶，来又美女又美女又飒飒的吼，哇，那个，嘿嘿嘿，苏两粒，苏两粒，苏两粒，蓝蓝的多多里面，来各位，苏两粒，这
加油！